界青年佛学研究会的共同探讨学习。今天下午，我们在精心布置的体育中心内进行禅修。在禅修开始之前，我们请尊敬的索玛吉堪布给我们做禅修指导开示。参禅呢，就是分两个部分，就是一个呢，就是大家按住，
就完颜放下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几分钟。然后完了以后的话，那我们共同，那天美国教授就是所讲的一样，通过诵经的声音来自信放松下来，自信完全放松下来，然后通过声音呢，宁静你的心态。我们在参修方面就是有这两种意识。那么首先第一种意识呢，当然我在这里待会儿做的时候，可能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之前呢，跟大家要讲就是讲呢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要两数定音啊，就两数定音。本来有两种做事，一个是两数心经休息术，也就是盖在膝盖上，但是我们先大家把这个双数啊，就是双数在前面，就是像阿弥陀佛的书印一样，就是大家接定音，知道吧？接定音应该对，然后就这个是第一个条件，就是以后你们做餐的时候呢，就是完全是用这种动作，就是要这个双数接音，就是接音。然后第二个动作呢，要身体要断制，就是身体如果没有断制，就是左右两边歪歪曲曲的话呢，身体不直，心不直，心不直呢，身体不直，脉络不直，脉络不断直呢，就是心没办法断直，所以身体呢就是尽量的断直啊。然后肩膀呢就是稍微往前，然后就放松下来啊，就放松下来。然后这个头呢就是不要往后仰，就是稍微往前屈膝，就稍微往前屈，也不要左右啊，就是不要动，就是有些现在都是一直头摇来摇去，就现在不是吃摇头丸的时候，就是应该就短短的一个小时，应该大家能按住下来，所以说大家头也不要动，身体也不要摸来摸去，就大家应该按住下来。然后眼睛呢，也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完全闭掉，也不要完全睁开，就是稍微就是往鼻尖的方向，就是往鼻子前面呢，也真的不要打，不要完全闭着，就死死的，就是看着这个前方啊，就是前方。然后四肩呢，地上上颚，就是地上上，就这样的话就防止这个瞌睡啊，就有很多的它的一些要诀。那么这是我们所谓的毗卢起法坐啊，你们就这样呢坐着的话，其实这个行为呢，我前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也讲了，就是我们身体就像是埃及金字塔一样，就是上面是像那个金子一样整个身形啊。那么埃及金字塔现在据科学发现呢，就是它有不同的能力，所以当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这种做事而成就呢，对我们的人体结构和心理思维有种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参禅的时候呢，以后都应该每天早上就大概是五分钟，最少也是五分钟到十分钟，然后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啊，就是如果能做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大家这样参禅。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这个之前，如果在你的床上就是这样安住下来的话，可以说是白天就是所有的这些垢染啊都可以这个清掉。所以这是我们刚开始的前面的一种做法啊。当然我们待会儿呢就是具体的就是实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排气的方法，就是排空气的方法呢，待会儿我们用右手就是用右指呢，就是压着这个右臂，然后从那个左臂弓当中呢，就是出气，就是然后就是观想，就是以这个贪心为主的一切的这种烦恼，用红色的气体的方式来出，就是排除。然后用左手就是压着这个左臂，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右臂弓当中，就是排三次呼气的时候，以贪嗔为主的一切障碍，就是以白色的气而牵出，排三次。最后把自己的这个金刚拳呢，就是压在
自己的大腿根，也就是说大腿的这个动脉处，然后就是让鼻孔出气，这个是可以用黑色的这个气体形式的，以身体内部的一切这种障碍就是全部一一排除了。大家这样这个观想，这个是前面的一种这个身体和气要。当然，这个心理观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心理观想方法呢，大家心要安静下来。心安静的时候呢，最好心里不要，身体不要动来动去。如果你的身体动来动去的话呢，那么就是心肯定会动的。因此呢，在短短的这个几分钟当中呢，我想我们应该能认得了。我现在在从不仅仅讲佛教方面，在实践的，现在很多大学也是在特别提倡禅学啊，特别提倡禅学。那么这样对你的人体健康和心理这个健康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啊，就是做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观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第一步，大家都是可能以前没有学过很多，我们把这个分别念所有的妄想暂时要放下了。如果你的妄想再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心后不能怎么想，就是让它安住下来。就像一个孩童特别调皮的时候呢，你把它不断的就是让它就是过来坐下，过来坐下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慢慢慢慢就是心会静下来。刚开始我们的心像野马一样的，猿猴一样的，它特别调皮，就是一擦了也不会住的。但长期这样下来，绝对是这个心呢就会安静下来的。所以我想啊，首先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做啊，就刚才就是简单的讲了，用右手啊，就是压着那个右鼻，然后呢就是从左鼻孔当中就是出三次呼气。然后从也就是说左手啊，就是左手压那个左鼻，然后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呼气。下面就是两鼻孔当中啊。好，接下来双手蹬印啊，双手蹬印，然后大家心里按住，任何分别念当下断住，身体不要动摇，心也不要动摇，一直按住下来，这是第一步，刚才心静下来的一种状态。按理来讲，心静下来之后呢，才认识心的本性。这是一种藏传佛教还有禅宗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。刚才我们大家观想的时候是心安住下来，就是这样观想的。现在我给你们讲更深的一个窍诀。那么不单是心要安住下来，心的本心是什么？就是大家再反观自己，你观一观，刚才心安住的时候呢，心的本体是空心的，但是它的自信是明明清清的，无论是安住也好。这个七心动念呀，这个时候的心的本体是光明的。那么光明和空性就是心的本性，但这种是不可言说的，这就是我们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密宗讲的大圆满的本来清净。所以这种修法呢，一般来讲，我们藏传佛教也是非常高明的。但今天呢，我在这里初步的观心方法给大家讲了，就是圣观，这叫做是不叫圆满自性，这叫做是。刚才机智，现在圣观，圣观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光是心安住不一定心的本性，安住下来不一定。你在安住的过程当中要认识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样。你生嗔恨心也好，生贪心也好，生任何的分别心，或者当你心安住的时候，你们自己观察一下。接下来过后，我们禅宗里面经常讲念佛的是谁？谁在念佛？谁在解脱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忏法图吧。那么下面我们自己在安住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心的本体是什么？也许大家在关注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当下开悟有这个可能。所以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心的本体认识呢非常重要。那么接下来的我们的动作呢，你们的双手就是盖那个膝盖，就是膝盖，就这叫做心心休息树荫啊，就这是密宗的一个，也是一个特殊的这种。所以就是然后自然就是放松，就是盖着这个膝盖，就是然后呢就那么接下来过后，我刚才再三提一下，你
安住的过程当中也好，中间产生任何一个分别念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心的本体是到底是什么。在这个时候，哦，原来是我的这个起心动念的心的本体呢，确实是光明空性无二无别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。但是这个用语言来说的话，谁也没办法说。这就是禅宗的或者是密宗当中的真正的一种开悟的境界。这是刚才讲第一个是起止心安住下来，第二个是在安住过程当中认识心的本性，这叫做身观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心就是稍微有一点波动，心在产生信心啊，产生欢喜心啊，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呢，大家可以有观察自己的心，观自己的心。那么第下一个动作呢，大家合掌，就是一边念，我们一起念，念四心咒，然后观音心咒，还有这度母心咒嘛，就是今天，先念的那个，还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心咒，我看啊，声音好一点，谁的声音？嗡嘛呢嘛呢嘛，嗡嘛呢嘛呢嘛，嗡嘛呢耶娑哈。